红太太，您来了，来了，您出来的倒巧，那是，您身上带着光的，很有戏。银票带了，哼，你当我开钱庄的呀？没带，没带是吧？那行，我到里边照应生意去。给你。我这第一场这么长啊？它中间剩了一大部分呢。 青山，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喜欢你这无情无义的样儿哎？哎，来了，出场了，出场了！来了，同业来了，同业来了。这才几年呢，河水它倒流了。哟，您这儿来人了，我走了。哎呀，洪太太，您走好啊！ 见着红孙亮，千万给带好啊！一定带到。谢谢您了。那我这还得走。我问谁？哎，我这还有一个胖灯泼黑水。嗯，是在跟我说话吗？哼，过来，让爷我瞧瞧。要瞧你过来。我最瞧不起这流暴发户了，瑞武，伸手。 中午没吃饭，手伸不出来了。你中午没吃饭，爷我中午也没吃饭呢。怎么着，把这事给铲了？刘三儿他请客，使这晾膀的铲事儿，咱铲不动了。是，不比当年了。这人生中三碗面，他最难吃，脸面。 情面、场面，哎，以前这三碗面，同爷我吃的是最香、最现成，它最风光。如今咱爷们儿在这京城，混不下去了。同意。我这回信了羊，就今儿您到东来顺涮肉去。这钱不能拿，可是我饿呀。瑞瑞，见了。我还得这样。 还得给他跪啊！谢，谢了。哦，从这边走着。哇，魏青山很难演啊！哎呦喂，都说这两年没什么变化，哪儿啊？天翻地覆了，从四让我踩脚底下了。